目前的 idea 是一样的哦。等一下，我们直接开始。目前的 idea 是一样的哦。等一下，活动开始的时候 ，ID 应该会变。目前的 idea 是这个 Token TV。好，蚂蚁跟扎虫是在三乡。开始啊！我变成蚂蚁了。欸，我是沙虫。欸，蚂蚁的，我是蚂蚁军团。这图案是蚂蚁的，蓝色的是沙虫，红色的是蚂蚁。啊，这个是往补血哦，哇 ，CD 超久的啊！有敌人嘞，怎么变？哎，又先打敌人。啊，在这在这里放综艺吗？欸，走，不要这样，我们先啊，要死了！啊，我要怎么进去？左边还是下面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查一下。他竟然随便找一个欸，那不是离开的吗？现在这边打怪欸，我还会自攻剑啊。蚂蚁地图，蚂蚁都在外围，中间是沙虫。在照镜里面的话，就会被沙虫打。这个人又，这个人又把我们。就是蚂蚁会帮我们打那个。这边都蓝色的嘞，啊，只有一个是红色的。好，被包了。看仔细啊，外观好像不太一样，只是人类似啊。那，只是可以使用本身的技能。我什么时候才会升阶啊？哇，好小虫，好多只。被打，被打，被打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拿黑色棍子的是敌人啊，啊，这白色的是自己人啊。
跟机器人。反好久。哇，这个是速不速啊？走，没有卖卖水的，真的。我喝了多少杯？就不好像很多哎。还知道远工职业的来往比较好。我兵用一撅拿一射箭的。哦，到他们地盘了，回来。啊，我只能待五分而已，啊，五百分才会升级啊。升级了，哎，好像打进去了，要从这边进去啊，前面很多敌人，再回来。啊，这淡淡的干嘛？对，我这边会不会死掉？我这种超强，不行，啊，不刚好的。我写一下三千滴，哎，敌人，哇，虾米大队啊！放技能了，不会动，啊，哎，也有拿一颗镜头啊，那打到哪里了？慢慢的推过去了，他又很强的，就在这边。我在这边，他左边一大堆敌人呢。
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被围了，被围了。有人跑进来了，这个很强啊，跟他打。虫也很强啊，哎、欸，刚爬出来哦，撤退撤退，爬这虫爬这虫。这只要来打我。我不干掉，轻装轻装。哎哎哎哎！太恐怖啦！现在有人拿到分数了，你这样太吃香了。很多分，哇！这三个都不能按呢。哎，砸进去了，左边左边。我来继续看一下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好大一只！这是他们的传送师啊！好要死了！沙总在这边，我蚂蚁妈妈在哪边？哦，
这满的好像是可以放大学的意思，是官方阵营的 BOSS 会放技能。哎，有人偷跑出来！我进来。哎呦，多假嘞！哦，这分数怎么？哦，被打死都被扣。三兵战王系，那虫也是很强的。哇，打下来了！哇，怎么东西流星雨啊？妖怪太多了，都没掉啦！啊，要死了！啊，不要卡我！好恐怖的、啊！而且。哇，都蓝色的嘞！是他，哇！就光，那我能不能去看到沙虫？他不能的。哦，这边都是蓝色的。哎呦，我要喷毒了，是吧？他怎么一直放技能？欸，这是他们的重生点啊！一直掉回来这边，一直传送进来，过节没有补满，一切都死掉了。哇，对，来这边撞分数啊！看我145分了，现在我补到一只。不正常。
龙之真书，这样不减。我要被干掉。上面是安全的，这边还在数，走上面好了。你要干嘛？八分钟。就往上开始啊，打进去了，注意看。哇哇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，哦，玉女王在这边，他左边应该都敌人了，不然这个不能红色的。怎么杀桶都不会动，哇哇，我玩金蚂蚁啊，变身吗？做什么东西？有消防员。啊，祝福加模仿，增加减伤哦。啊，我就变身了。我加一，移动速度加11，哦，这是原本的变身啊。哦，5分钟哎，打到10吗？哇哇，这什么东西？要被绿哎。玩家打，是不是他们要反手那边啊？澳门要去打蚂蚁的那个打桶的尾巴，
哎、欸，可以打，但打了就会被抓。这边为什么在打这个？哎、欸，蚂蚁，蚂蚁打打过去了。还有四分钟哎、欸，如果打下来就输掉了。补血的先补起来。哦，我怎么不能变远空的？哎，下面有蓝色的，心酸哦。我跟这个可以打了吗？欸、不行，都完成了。赢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赢了，还有一分多，哎、欸，要分钟踢出来了，赶快去捡。吼吼吼吼！我以为会输掉哎、欸，原来赢了、欸，好猛啊！不知道为什么就赢了，我还一直在那边笑。结束，这打赢了还要在那边呛呛，真的是哦，然后什么东西拿到硬币箱，还有一个任务选择，201米到350米的距离，就1500米。好，这应该是任务的经验卷吧，看一下吧。好，有11等的有 0.5% 哎、欸。一样是打100只怪物吗？好，看看。欸，对，打100只怪物，打100只怪物就会拿到这个经验值啊。好，这时候是一个世界阵营战的一个奖励啊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的介绍就到这边啦、啊，打了30分钟，哎、欸，打超久的。
然后这个重点就是大家有1000名入场的进，还有1000名入场的限制啊，所以玩家等要在满版的就是8:20就要入场了，万一这次就满了，那台湾时间就是8:20啊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次的介绍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